第二场，城堡中的厅堂，哈姆雷特及若干女人上。哈姆雷特，请你念这段词句的时候，要照我刚刚读给你听的样子，一个字一个字打舌头上，很轻快地吐出来。要是你也像多数的女人们一样，只会拉开了喉咙嘶叫，那么我宁愿你叫那宣传告示的公差来念我这几行词句，也不要老是把你的手在空中这么摇挥，一切的动作都要温文尔雅，因为就是在洪水暴风一样的感情激发之中，你也必须取得一种节制，免得流于过火。啊，我顶不愿听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，把一段感情片片的撕碎，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下层观众听出了什么。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除了欣赏一些莫名其妙的哑剧和喧嚣以外，什么都不懂得的。我可以把这种家伙抓起来抽顿鞭子，因为他把托甘马特形容的太过分，希律王的凶暴也要对他甘拜下风，所以请你留心避免才好。刘令家，啊，我留心就是了，殿下。哈姆雷特，可是太平淡的也不对，你应该接受你自己的赏识的指导，把动作和言语互相配合起来。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，你不能越过人情的长道，因为不近情理的过分描写是和演剧的原意相反的。只有戏剧演，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，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，给他的时代看一看他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。要是表现得太过分或者太懈怠，虽然可以博得外旁的观众一笑，迷眼之事却要因此而正义。你必须看重这样一个着实者的批评甚于满场观众盲目的鼓励。啊，我曾经看见有几个女人演戏，而且听见有人把他们的几口空战说一句并不过分的话，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，又不会学着人的样子走路，瞧他们在台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，我心里就想，一定是什么造化的故宫把他们照了下来，才照得这么拙劣，以至于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。刘律师，我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纠正。哈姆雷特，您必须彻底纠正这一种弊病，还有你们的那些扮演小丑，除了剧本上专为他们写下的台词以外，不要让他们临时编造一些话加上去。往往有许多小丑爱用自己的笑声引起台下一些无知的观众的哄笑，虽然那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应当集中于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，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。他表示出那丑角的可避的野心。去，准备起来吧。这里就是哈姆雷特，啊，把自己的艺术要求给这个演员说了，令人同等笑。波罗涅斯、罗森克兰兹及基腾史登上，哈姆雷特说。啊，大人，王上愿意来听这一本戏吗？波罗涅斯，他跟娘娘都要来了。哈姆雷特说，叫那些戏子们赶紧点吧。波罗涅斯笑，哎，你们两个也赶紧去催催他们吧。罗斯克兰兹和基腾史登说，是殿下。然后罗斯克兰兹、基腾史登下，哈姆雷特，喂，赫拉叙。霍拉叙上，在殿下。哈姆雷特说，霍拉叙，你是在我所交往的人中啊最正直的一个。霍拉叙，啊，殿下。哈姆雷特说，不，不要以为我在恭维你啊，你除了你善良的精神以外身无长物，我恭维了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为什么要向穷人恭维？不，
那蜜糖一样的嘴唇去吮吸欲望的繁华，在有利可图的所在弯下他们身材有道的膝盖。听着，这是我能够辨别是非选择咸鱼以后，你就是我灵魂里选中的一个人。因为你虽然经历一切的鞭辟流离，却不曾受到一点伤害，命运的虐待和恩宠你都是受之泰然。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的那么适当，命运不能把它玩弄于指掌之间，那样的人是有福的。给我一个不为感情所奴役的人，我愿意把它珍藏在我的心坎，我的灵魂的深处，就像我对你一样。这些话现在也不必多说了。今晚我们要在国王面前表演一本戏剧，其中有一场的情景跟我告诉过你的，我的父亲的死状破相反复。当那幕戏正在串演的时候，我要请你集中你的全副神情、全副精神注视我的叔父。要是他在听到了那一段词句以后，他的隐藏的罪恶还是不露出一丝痕迹，那么我们所看见的那个鬼魂一定是个恶魔。我的幻想也就像铁匠的岩石那样漆黑一团。留心看好，我也要把我的眼睛看对他的脸上，过后我们再把个人观察到的结果综合起来，替他下一个判断。那是很好，殿下，在这本戏表演的时候，要是在他的容色举止之间有什么地方逃过了我们的注意，请你唯我失望。他们说啊，他们来看戏了，我必须装作无所事事的神气。你去捡一个地方坐下。奏丹麦进行曲，喇叭吹花腔，国王、王后、波罗涅斯、奥菲利亚、罗森克兰兹、基腾史登及其他贵族上。国王说，你好吗，哈姆雷特贤侄？哈姆雷特，很好，好极了，我吃的是变色蜥蜴的肉，喝的是充满着甜言蜜语的空气，你们的肥鸡还没有这样的味道呢。我啊，你这种话真是答非所问的。哈姆雷特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哈姆雷特啊，不，我现在也没有那个意思。大人，伯勒雷斯大人，您说你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曾经演过一回戏吗？伯勒雷斯说，是的，殿下，他们都赞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哈姆雷特，你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伯勒雷斯说，我演的是裘利斯凯撒，伯鲁特斯在裘比托神殿里把我杀死。哈姆雷特说啊，他在神殿里杀死了那么好的一个小牛，真是太残忍了。那班戏子已经准备好了吗？罗斯克兰是，殿下，他们在等候你的旨意。王后说，过来，我的好哈姆雷特，坐在我的旁边。哈姆雷特说啊，不好，妈妈，这儿有一个更迷人的东西呢。在奥菲利亚脚边躺下，伯勒雷斯圣国啊，你看见了吗？哈姆雷特小姐，我可以睡在你的怀里吗？奥菲利亚说，不，殿下。哈姆雷特说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把我的头枕在你的膝上吗？奥菲利亚说，嗯，殿下。哈姆雷特，你以为我在转着下流的念头吗？奥菲利亚说，我没有想到这些。哈姆雷特说，睡在姑娘大腿的中间想起来倒是很有趣的。奥菲利亚，什么殿下？哈姆雷特说，没什么，你在开玩笑的，殿下。谁？我吗？嗯，殿下。上帝啊，我不过是给你消遣消遣，一个人为什么不说说笑笑？你瞧我的母亲多么高兴，我的父亲还不过死了两个钟头。奥菲利亚，不，已经四个月了，殿下。哈姆雷特，这么久了吗？哎，那么让魔鬼去穿校服，我可要做一身貂皮的新衣了。天啊，只有两个月，还没有把他忘记吗？那么也许一个大人物死了以后，他的记忆还可以保持半天记。哎呀，哎呀，父母起誓，他必须照他几手教他，否则他就要跟那被遗弃的木马一样，没有人再想念他了。下面是唱戏。